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朝我来教大家谈谈老上海好人家、好小囡的标准。最近我来洛杉矶买了一颗救心菜，长相老好，但是当中心子竟然烂掉了，我只能倒掉了。想了一想，其实周围啊有种人就像搿颗救心菜，外表呢漂亮得勿得了，特别是女小囡，里向呢就稍微差了一点。那么今朝我就来教大家讲讲老上海好人家出来好小囡的标准。第一，只要上海人一开口，阿拉老上海就晓得伊来自上浙江还是下浙江。其实现在讲的并不是指住了啥地方，因为住的地方只要有钞票可以搬来搬去。其实阿拉讲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庭背景，是思想问题、大家闺秀、小家碧玉，还是做生意、闯江湖、跳单棒、靠摄像、走场子混日脚的人。一开口讲闲话头几分钟，就基本能摸得清清爽爽。最要紧的是好人家、好小囡讲闲话底细致，不讲下作闲话，不讲借口，不讲俗里俗气闲话。因为好人家、好小囡搿种闲话，是绝对勿可能来屋里向被大人允许讲的。我听到一个上海话视频里向女的辣海讲：“拿娘个冬菜，阿爹拉娘。”搿个侪是下浙江个俗里俗气的上海话，好小囡千万勿要学。搿严重脱离了语言高级的美学，使侬的印象，特别是女小人的印象一落千丈。第二，首先用讲闲话算数，即使天冷落太，地冷落满玻璃，讲定了就要去做，勿开大心，勿讲假话，勿吹牛，一言九鼎，讲了就承担责任，勿靠谱，搿三个字是对人最差的评价，就是讲搿人毫无信用。美国对每个人采取 credit， 就是信用打分的制度，我觉着蛮好的。信用分数低的人，就严重影响伊将来的贷款，贷款买不了房子、车子，租房子、寻工作，侪会得碰到困难。第三，不问人家借钞票，借钞票买房、买车、买奢侈品，我很不能够理解。辣海好人家小囡身上是绝对不会发生的，搿是人生的底线。但是如果人生当中勿得勿借钞票，度过一段艰苦的日子，葛末一定要记得报恩，而勿能有事有人无事无人，搿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德。第四，勿辣海外头吵相骂，意见勿同的辰光依理服人，勿打勿骂勿闹，好小囡勿红面孔，勿搓喉咙，道勿同勿相为谋。好人家、好小囡保持矜持、美丽的距离。譬如讲，分手即人品，分手如真相。爱情也好，友情也好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要是分手，就漂漂亮亮的分手。乌眉少摇，臭鼻尖，挑拨离间，侪是不成熟、不高雅的行为，被人家鄙视。分手就不要纠缠，用不着算了，清清爽爽，多付出、多牺牲又哪能呢？云淡风轻，全部一笔勾销。最重要是学到了啥？即使不晓得自家适合的人是哪能样子的，至少晓得了不适合的人是哪能样子。寻到自家的方向，好小囡一定有极强的自尊心和恶心。人所有坐相，吃有吃相，立有立相，走有走相，人要识相。识相并不是单纯讲看人面色、看周围山水，而是不管对方的地位高低，而大方、大度、大气，给人家愉快，给人家安慰，给人家面子，给人家捧场，搿才是真正高级的识相。第六，打扮得体，打扮是为自家还是为人家？对自家是对人家的尊重。我记得有一次参加聚会，每个人侪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其中一个长得老漂亮的女小人，头发扎得得上头一夹，大概刚刚戴好头，穿了一双屋里的草夹脚拖鞋来了。伊也是上海人，我对伊印象非常遗憾。一个打扮了不得体的人，是不尊重主人，也得不到周围人的尊重。大多数上海人侪会得觉着搿种人没清头，实在点兮兮。大家要记牢，穿衣裳的自由，并勿是乱穿衣裳的借口。一个人的打扮充分体现了伊的教养、修养的眼光。上海好小囡打扮的精致，也是继承了上一辈对美的标准的传统。上面六点是老上海好人家、好小人的标准，也是超越时代的优雅和教养的经典。感兴趣的人勿妨学起来。